一寸就是日光，探索就这样去流浪。欢迎来到93曲王机转有颜值多播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场麦序的主播刘玉宝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话呢，别忘了给我植入通知，点在这里，首先用点下左上方先关注一下就可以关注一下，还有无形还分点预约可以预约一下。接下来呢，选择歌曲，第一首歌故梦，第二首歌青蛇，第三首歌繁花，选择一下。第一首歌故梦，第二首歌青蛇，第三首歌繁花，然后大家选择一下歌曲。第一首歌故梦，第二首歌青蛇，第三首歌繁花，准备3、2、1，走你。第三首歌，然后大家别忘了把这里的收入通知给我，手机用户点加左上方爱心关注一下就可以关注一下，还有这里的爱心别忘记点一点，手机往左边划一下，右上方会有个点心，可以把这爱心点一点，辛苦大家了。然后大家过了12点钟，所以别忘了把爱心都点一点，玫瑰花别忘记送一送，还有收入通知别忘记给我。繁花，找一下歌曲。数着年月，只为花开那一面。
亚歌曲，第一首歌《故梦》和第三首歌《青蛇》。第一首歌《故梦》和第三首歌《青蛇》。第一首歌《故梦》和第三首歌《青蛇》。顾盼流连如时光歌，有没有想你啊？有啊有啊有啊。一如初见，缠绵缱绻，有你的思念温暖在。对，第一首歌《故梦》和第三首歌和第二首歌《青蛇》。第一首歌《故梦》和第二首歌《青蛇》。三，第一首歌《故梦》和第二首歌《青蛇》。三二一，其实《青蛇》应该好看一点。然后大家别忘了把这里的直播通知勾勾，手机我底下左上方先关注，还有这里的爱心不忘记点一点，手机我左边滑一下，右上方会有个点心，可以把这爱心点一点，礼物别忘记送一送。没关系，还有时间，我们会跳到青蛇的。我们先把故梦跳了吧。好，我饿肚子了，饿了，我饿了，我饿了，跳饿了。一扇窗推开了，就再难合上。谁踩过枯枝清香？萤火绘着画屏。为谁拢一手芬芳？红叶的心间轻一面长，这一就像一扇窗推开了，就再难合上。谁踩过枯枝清香？萤火绘着画屏香，为谁拢一手芬芳？红叶的心间轻一面长，他说就这样去流浪。Thank you.
时光，探索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。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，谁的泪水静静淌，这依旧像一扇窗，推开了就再难合上，谁踩过枯枝清香，萤火绘着画屏香。再选择一下，没有选择，然后大家别忘了把自己的植入通知勾勾。感谢这里的植入通知狗狗，然后这里来信不忘记点一点，手机往左边滑一下，右上方会有个点心，已经过了十二点钟了，大家不要忘了把爱心点一点，植入玫瑰花不忘记送一送。这首歌叫顾梦，多多淘宝。好了，最后一首歌青蛇送给你们，我就回自己直播间了，拜拜。找一下这首歌，听一首。我的青蛇呢？青蛇在这。若是没有无边邂逅。